来吧，排位，微信群的排位。我先去啊。我其实宽带不足，搞事情啊。这样就足了吗？也行，是宽带不足。哎呀，不知道玩什么，三楼只会射手，那我玩法师吧，你们自己选吧。本来我想选房中，但没有机会让我用。你们自己后面看着办。又他娘的宽带不足！哎，又来两个法师啊！你不会来个战士吗？哎，下午打排位真难打，这有乱选英雄啊！没事，这是你说的没事啊，要是输了找你有找你算账。对面什么阵容？对面小乔，对面阵容还感觉比较合理一点。杨戬啊，张飞啊，这两个比较麻烦。橘右京那个控人也是烦人。我们这边庄周什么鬼啊？没有等级啊。哎，你不要去散吗？你过来干嘛？你去散，散去，散去。靠！我都到这里了，你跟我说散，散毛！等我打完这一批再说。等我打完这一批我再走。怎么说我不能白来一趟？真烦人。被逼无奈，只能走散。这个阿珂又不让给他红，哎，这把没话，哎呀，哎哎。靠，关键时刻给我卡了。我上来，你怎么也上来了？
多少？有这么多人啊？三个人？哪里冒出来的？你不说你要在上吗？在中吗？这怎么打的一个下午都是好尴尬的局。啊操，那一下没打到他，哎呀好尴尬呀，差点就可以拉一个人头，还不回城，我操，我们也不敢打他，打不动他，我没有他的扇子距离远。一会儿一会儿说散就不散，嗯，这边有蓝 buff 是吧，我来收割，怎么打啊这局，零比四了，总算是收了一个人头回来，要不然我们这边看过去都不好看啊。然后去上路帮忙去。弄死一个算一个，抢回两分啊，要不然我们这再次剃光头信心都不足了。运筹帷幄之中，来吧，橘右京，狄仁杰被我杀了不开心啊，他找我报仇，先打个蓝，再等我一下，快打完了，跑啥跑，跑啥跑，操什么鬼，有没有中路来个零啊，这么多零，哎我卡了我卡了，
哎，我去，这时候卡基尔，操！关键时刻到人一多他就卡。爱你，你爱你，你。再来4秒钟。妈蛋！哎，叫你不回家，叫你不回家，是吧？烂蛋。没刷死，一个大招没打死。这叫强攻的节奏啊！哎呦，塔不好了，这波塔不要了。哇，快跑快跑，变态来了！哎，我那个叉叉直接冲上来再斩杀！嗯，太狠了！这张飞居然带斩杀！我们家阿珂不错呀。现在就差一个主宰，能不能把它拿下来？先把雅典解决了吧，这家伙。这小乔是卡了吗？估计是卡了，要不会走路走的那个特技。打死了，打算要早点放一炮上去。
就差一个元气弹。被叼到了，被叼到了。看我这大招又没打死了，就这么嚣张，打他们家的狼。单单以后就是一个了，先回城把这点血浪不起来了。准备这一波，如果他们再死个两三个的啊情况下，就可以去打主宰了。靠，三辉这么嚣张，直接冲进来。杀我，抓不到，杀了我。趁机时间赶紧打主宰。你的防御不行啊，有没有人来啊？打主宰就应该要射手和刺客、战士这一类去打，我这个去打打不动，因为我的血扛不住。小橘子，一个大招丢给他，他就死了。我再打打小野怪，血照样补回来。你再过来，你再过来射死你，一个大刀等着你。又来。
小橘子先打。这么快打死了，我的大招浪费了。这两个都是满血。快快快，先把他们的血消耗的差不多再说。我去，差点被他打死了，还好我闪得快。基本上已经齐了，技能齐了，就是来一波强攻，推他们就赢了。他居然被挡了，没死一个，直接强攻吧。他妈又被挡了，作死的节奏。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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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局打得不容易啊！我操，左闪右闪，左闪右闪，终于闪赢了。很累。超神 M 一 T， 哎，没问题呀、啊，没毛病。点赞点赞，来来来，多点几颗。这就打。